绝对不容黑道染指，而且民党主席蔡英文呢，今天上午也表示，最近的确有听过相关的传闻。他认为党中央应该要尽快来成立专责小组来处理，否则黑道入党的问题将会对民进党造成很大的冲击。近来是有些新闻跟听闻了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中央党部可以成立一个专责小组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不要朝那个政治面的方向来看这个问题哦，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是在于就是说透过黑道来聚集党员的入党哈，那尤其是透过黑道的组织性的运作哈，对于民进党的党员的组成产生的这种量变到质变哈，这个对民进党将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严肃面对。好，人物介绍，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新北市三重区。